一大炮弹，哎，是人家看报纸啊！我每天读书的。这个马来文来的你会没有？什么马来文？你看好来 ，English， 阿嬷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厉害哦，阿嬷会阿嬷。哎，等一下，李宗伟啊，是吗？哎呀，李宗伟现在功成身退了，哪里有出来打羽球了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李宗伟啊，嚯，我的偶像来了，他那一招，哎呀！他那一招叫什么、啊？一跃救球，会有摔刀。我跟你讲 ，Malaysia 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出名。我跟你讲，我知道他很出名，嗯，这歌很出名啊。我跟你说，我来的哦 ，Mercedes AMG Petronas F1。Petronas 啊，不过 F1 我没有什么看。哎、欸、，Come on 啦 ，Come on 啦，又讲每天读书会阿摩七届车队冠军啊！我跟你讲 ，Constructor Championship 你会吗？我不会哦，什么来的哦？我跟你讲啊，这个 F1 啊，嗯、超过1000多匹的、啊，一千多匹，不然你以为？哇，这多辆我的车哎！欸、人家用 1.6 三缸啊，三缸不是三缸乘二 V6 来的哦。不要开玩笑，我跟你讲，这东西不是这样子哦，他们还没到那个 FIA 的排放标准的，你知道没有？哦，是啊，啊，不然你以为真的 exhaust 会臭？我不知道，我每次在里面叫，我那里嗅得到后面味道。不过这些车哦，打什么油啦？又讲油度数啊，都讲 Mercedes AMG Petronas F1 了咯。哎呦，是哦，哎，拍摄。哎呀，这些我跟你讲啊 ，Petronas 啊是那个官方燃油供应商来的。哇，这样够力，哎，有没有哦 ？Mercedes AMG。Force India William 啊，都是用他们油的。哇，真的没有那些罗啊！阿伯连，我跟你讲，我每天在那边看他们研究那个油，讲子改，讲子改，维修给意见，是不是哦？哎呀，不是，我跟你讲啊，那些油的配方是不是有用在我们去那个油站打的油的 Petronas 油？有没有？你讲我去打那些油都是有 F1 啊，哪个配方有在里面的？哇、哦，我们的 Petronas 新电黑油。欧油、啊，也是世界十大那个黑油的那个供应商。哇 ，Petronas 啊，阿伯连 ，Top Ten 哦，嘿，是不是哦？是，啊，那个黑油是不是也是有那一个 F1 的那个技术在里面的？啊啊，有什么厉害？什么厉害？啊、人家讲冠军的声音9000转，啊，这一个冠军的声音15000转呐、啊，15000啊，你15000你不会 high def 东西你不会，我跟你讲，啊，15000、啊、那个热还有那个摩擦，啊，一定要有很好的黑油的，不然坏路边的。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engine呢，嗯，你知道他们这 F1 车可以跑几块吗？跑几块？415 km/h。哇，400多！你知道什么概念吗？我知道，李宗伟那一只球408吗？那个对手球都看不到啊！还有什么东西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他们每次进 pit stop 啊，打油换轮胎啊，放 driver 骂 helmet 啊，还顺便 polish 一下车哦啊，2.5秒到3秒罢了哎。哇，很快哦！哎、欸，记录1.82秒哦！哇啊，不要开玩笑！哇，哎、欸，这样你知道吗？他们用什么牌子的风枪啊？嘿，这个我知道，不过接下来跟你讲。喂，知道？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姓陈的？哎、欸，我难怪了，看你这样子，原来你是打爆胎的。哎、欸，没有吹的，是报纸的有写，看清楚啦。嗯、Mercedes AMG Petronas F1 7届世界冠军车队 ，OK， 开玩笑。真的是哦，好像这个 Petronas 也是马来西亚之光来了。我连。哦，哎，不过啊，我看你吹了这样久啊，嗯，你口会不会干？没事哦，隔壁。